说明，提高视觉功能。25毫克叶黄素加5毫克玉米黄质，蓝光保护，黄斑护理。Lutamax 2020 Lutein 及玉米黄质，膳食补充剂，非转基因，大众健康。创立于1968年的家族企业，品质保证 GMP 认证。叶黄素和玉米黄质是经常在蔬菜中一起发现的自由基清除类胡萝卜素，在身体中它们被存放在黄斑中，这是一个专门负责中央视力的眼睛区域，作为高能蓝光的主要类光片。叶黄素和玉米黄质有助于通过保护眼睛免受氧化应激来促进正常的视觉健康。该产品被配制成支持明亮的曝光，正常恢复和维持健康的对比敏感度。建议的使用方式，每天与含脂肪的膳食一起服用一粒。警告，注意，仅供成年人使用，如在妊娠期、哺乳期，正在服用药物或患有疾病，请咨询医生，勿让儿童接触。软胶囊12毫米 x7 毫米牛鸣胶，甘油、水、葵花籽油和天然混合生育粉，来自非转基因大豆油，不是用酵母、小麦、麸质、玉米、牛奶、鸡蛋、鱼或者贝类成分生产的，生产在一个 GMP 设施，处理含有这些过敏源的其他成分，本产品可能会出现自然色差。Click subscribe to Users Productions YouTube channel.